我们喝完这碗盖碗茶，咱们就去体验汉服了。杀狗了，杀狗了！这也太费眼睛了吧！上来了，干饭人，干饭魂，干杯！走我 N 次方，台湾本儿上。两天一夜的周末旅行，解锁不一样的城市嗨玩新体验。周末 N 次方带你一起去浪。第一站，天府之国成都，在这里，八位汉服爱好者即将展开一场寻觅国风的探索之旅。新的一天开始啦，准备出发喽！时间是10:44，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大熊猫乐园。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得拍下大熊猫。熊猫乐园打卡规则：任务将分成两组，各在园内拍摄及其大熊猫的觅食、喝水、爬树、睡觉、挠痒、吃竹子、打滚、打哈欠，其中任意五个动态即算打卡成功，可获得盖章。这也太近了吧！他现在在挠痒痒。哇，好乖呀，大熊猫。走吧，我们去上面看看来。等着我们翻牌子。就如果大家在成都去大熊猫繁育基地，觉得人太多的话，可以多开会儿车来到都江堰的大熊猫研究中心，这边人更少。那边还有一只，这个熊猫叫做秀阳。小样，小样，小样，你在倒车入库吗？哎，它真的自己在倒回去。它在倒车入库。现在是你的工作时间哈，营业了，营业了，打滚，打滚了，打滚了，好乖，我第一次听到大熊猫的声音，打滚了，哦，好乖，太乖了吧，嗨，而且这些熊猫都很会哎，两只都是雌性，你们是不是？女孩子不可以让自己这么黑是不是？它好乖啊，朝着正面看着我们在那吃。要不要给你们拍个照，跟熊猫合影？可以。我们吃饭、睡觉、挠痒、打滚都拍了，我们就不知道另外一对拍的是哪一些。可以问一下吗？好。你们那边拍了多少了呀？打哈欠、喝水，然后吃竹子、打滚。都拍完了，我们这边。他在那埋头在睡。哎呀，好乖哟！挠痒，这个算不算挠痒？哇，好温馨的一幕。这算是吃饭了吧？可以喝奶吗？五个应该是够了吧？好的，我们两队终于会合了。大家拍的怎么样啊？都拍到了，基本上都拍到了。不错的。那么我们就可以盖章了吧？那我们接下来就朝我们下一个目的地出发吧。吃饭啦！直接开动，这就是当地比较有名的农家菜吧，好香。来，需要吃份米饭的，给我碗。多吃点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女孩子要多吃一点。我觉得白白好吃，好香啊！马上就要结束这场旅行了，大家有什么感受或心得吗？四川话有一句话叫做刷得来，任何一个朋友的起点是需要刷得来的，就必须要你们得找到一个共同兴趣点，或者说在一起相处还 OK， 我们才能够继续，可能是三天两夜
五天四夜，有更多的一些新的玩法。这样的一个旅程，很棒的一点就是说，能够去解决很多年轻人的一个痛点，就是能够让我们去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不是在虚拟的世界，而在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当中，在一块吃饭，然后在一块去看大熊猫，在一块就玩很多其他东西。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点。嗯，这是个起点吧。我觉得体验到了很多成都，包括成都周边的一些新玩法吧，都没有体验过的。像来到都江堰，肯定就以为会去看都江堰的那个大坝，但是其实也可以去看熊猫穿着汉服走在这个大街小巷，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氛围感吧，有新的感受。两天一夜就很适合到这种地方。大家多吃点，待会儿我们要去边竹边是吧？我怕我真的是一点都变不来。竹艺工坊，往这边走。竹编，啊，这里是逛的，是逛的。这包好看，啊，一整个时尚柱，好吧。随便看，随便炫哈，炫好了就上班，不快。不知道这个是咋的。我们今天能够编个什么简单的玩意儿？我想编个花瓶，好像最难。哎，应该是这里竹编体验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你们来我们红油园。哇，熊猫。要做的手工了。好嘞。哦，这里有任务卡，手工竹编打卡任务。大家看到村子里的这些竹编手作有没有很心动？待会儿大家可以在这些竹编手作中选择自己喜欢的款式，亲自动手制作，看看和昨天的蜀绣相比哪个更难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动手制作吧。这样挑一根，然后压一根，再挑一根，再压一根。老师，我们这是不是也是挑一根压一根，挑一根压一根？但是这个上手的那个难度感觉比蜀绣要好上手一点，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俗话说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个人。我变粉了。哇，我又得把它卸下来，啊、哦，完蛋啊，编错了，编反了，我从哪一步开始错的？让我看一看，哇，这个终于没编错了，这回。OK， 我的好了，差别不是太大，两用，既是那个扇子，也可以蒸馒头，对吧？蒸馒头，就一物多用。还可以做苍蝇拍。哎，你看老师明白人。我的小笼包怎么样？哦，你这个好看。为什么我都不想？没想到到封顶了。那我们今天体验竹编就顺利的完成了。这肺活量太离谱了，这肺活量太离谱了。过来，过来，你过来呀！啊！这能变回去就很厉害了。到了我们的最后一站，天窝广场的熊猫。他在照镜子，对吧？他在自拍。自拍啊！自拍啊！
好大呀，这个是熊猫。我们也自拍，它那个好可爱，它这个爪爪好乖呀，好可爱。哎，我们跟它一起合拍一张吧。好，来，三二一。好的，这张任务卡就是我们这次旅行的最后一张任务卡了，有点舍不得呢。对，嗯，朋友们，这次成都的两天一夜汉服非遗之旅就结束了，但不管是汉服之旅还是探索非遗文化的脚步都没有停下。驼仔真心的邀请你们来和我一起制定下一次的旅游计划，真正做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那我们就下次再会，拜拜。他们也会滑雪啊！哦，好好看。